天还没亮，万华的东山水街市场也寂寞无声。但老字号的龟点货品早已摆好，老人家在炊烟里继续打转着。一块的场所做五六十年了，你看你找不到第二个。一甲子的岁月有如雾白水汽，冉冉上升又瞬间消逝。闻着细卡朗绳串出的米香，80岁老板陈新贵心里就有底。再个几分钟，安菇贵、菜桃贵、藕贵和蛙贵就要出炉，这是他和老伴守候60年的味道。这真少啊啦，即马大家拢改做白底啊，做白底啊，做红红，伊个门开开，啊，拢入面就好。菜也较好食啦，哦，香有香那个香味。看着父亲做，董敏清从小就知道闻香，但蒸笼吹出的好，却把陈新贵的腰给伤了。带着护腰10几斤重的木头，他磨出一套省力模式。啊，一绳跨过来，啊，一绳跨过去，用安尼较无你出咧大力啦。这要用几啊摆的去啊？用几啊摆的去啊？摆就单条，摆就单条。一阵左拖右拉的，两老清晨5点磨米捶柜的手艺终于水当当亮相。我会啊，我爸爸那时候没有蒸这个，这是这几年啊，我在咧吹啊，自己想啊，家己想啊，是讲啊做这好食，客人人客吃拢有反应讲袂歹啊。的藕桂热气蒸腾着，玉脚铺满每一寸，弯下腰纵看横看，总要惊呼店家下料的大方。这个对的，拢共神的，拢共款。看过啦，看讲以前个较水啦，那好食，我过来买。买来个买啊，好食，过来个买啊。你阿哥，食足久啊？嘿，阮伫漳河走来买啊，阮外家是住咧万家乡。聪明的妈妈族按照节气来觅食，冬天的芋头长得慢，遇到的雨水也少，吃起来更加绵密。加上按部就班的活儿，里头藏着是老父亲的叮咛。迄就是古早安尼做，啊你莫偷工减料啊，做起来就好食，啊顺米做的。卖淡粉，就好食。要食好啊，拢乌角的，啊个烧的。啊，个嘿，拢烧的啦，拢烧的啦。啊，冷起就冷起，也搁较好吃。因为遐粿食了，有小可 Q Q 足好食，我爱食。啊，卖庄家遐远来买。从哪边来？三重。60年前，董敏清的父亲最早在万华推着摊车卖桂，当时应付龙山寺拜拜人潮，就只卖昂菇桂和发糕。直到女儿的缘分来了，两个人介绍同一个人，两个人认识的，他说我给你介绍，我说好啊，啊，讲的都同一个人，一个礼拜就结婚了，这紧的哈。大家都看啊，看爱高一高一啊，咱就好啊。有了陈新贵这位伴子，品相才越变越多。咱卤水溪吼，食溪酒的，食溪酒的咸鸭子，上盖嫩，上盖香，上好食。陈新贵年轻时在台南火车站当站务员，每天负责看顾乘客上下车。婚后来到台北，跟着岳父学手艺，做出兴趣，慢慢的也搅拌出属于自己的味道。我妈有迄个带气味，带好，带好食。啊，就有人一斤啊，半斤啊，两斤，啊，爱食人就买，爱食人就买啊。我不倒遐就甲摕起食。木桶蒸过的米粒，再加上麻油清香，一大盆油饭，每天总是最早完售。马爷物件拢好食，
拢卖信用的啦，信用卖迄落啦，会固定人客啦，你吃好食就来买啊。有饭就是蛮合我的口味，蛮 Q 的，很好吃。对，啊，有时候我会买蚂蚱。都是一些古早味的。对对对对对，我喜欢找古早味那种的味道。东森水街市场改建后变得明亮整齐，但老店常年累积的生财工具把长形店面堆得往往只能在夹缝中忙碌。陈新贵神情自若，只一昧地注意芋头上的黑头有没有挖干净。空间的局限对这位农家子弟来说早已无形。自然第一个头中哦，日头安尼晒，哦，干那卖做哩，你就冻袂了。几位啊？过了九点，人潮越来越多，夫妻俩忙着应付。老地方卖着古早味，除了老主顾光顾外，今年也吸引年轻族群入内寻宝。这边就是卖比较传统的那种糕点，有时候外面买不到啊，所以就会来这边买。像那种糕，有时候名字都不知道，可是就是会想吃，什么黑糖糕、芋粿条啊。新鲜现做，称斤论两卖，婆妈来一个，贵也就跟着少一块。我想要放掉，不干，啊，这做做干就干过啊。我以为会长啊，你？我以为会长啊。两老嘴上说着累，但心里满是成就。养大了四个小孩，都有稳定工作。摸黑起床，纯手工的重活，没人接班，这回的米香添了些许惆怅。这个肉要切肉燥的话，要先焯一下水。这样，这个肉等一下哈，你要切的时候才不会跑。清晨的老万华街灯金的绝美，映的蒸笼上的氤氲也如仙气。纵然老父亲挂在儿子耳机的叮咛叨叨絮絮，却一点也不干扰这个时分的冰清。以前哈，因为那时候我还小，小学差不多四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刚开始都是在家里做一些油饭，然后拿到菜市场去卖。早上就很早了，那时候哈就想说，哎，早上那么早起来真的是很辛苦，没有什么意愿要做这个东西的。后来是因为我妈人身体不好，然后她也很舍不得她哈这么辛苦啊，辛苦了几十年的那个的生意哈，就没有人跟她接。曾经厌恶，曾经盼头过，最后却还是舍不得让妈妈伤心。黄一清逃到了35岁，却还是选择回家接手老店。妥协的那年起，他便习惯比太阳更早的早起，专程去挑的。你没有专程去挑哦，他这个哦没有这么漂亮。那有的人他先来的话，就先挑比较好的啦。像这个都很漂亮，有没有？这个五花肉真的很漂亮。事实证明，勤苦还是值得的。挂包用的五花要挑油花浓鲜匀称的，晚到就绝没这种花色。油饭拌的肉燥，从前妈妈用的是猪颈肉，她则改良选后腿肉，加进猪肉皮一块卤，既能吃到嚼质，又香润滑口。代价却是30年来就得一刀刀手切至今。那个他们那个绞这个肉哈，有时很难绞，有时候会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肉哈，他们会加上去绞，有的会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的话哈，我是觉得给客人吃哦比较不放心呐。他的猪颈肉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差不多这样子一条一条，它是它的肉的话就是回瘦各半，所以很多人看到那个碗上面哦那个一层回肉。在那边哦，现在的人不敢，大部分都不敢吃了。传统人家做生意是这样的，既然食材水准是根基，那就没理由迟到将就。肉燥亲手切，猪油亲手炸，能改的是与时俱进的配方，不能改的就是小店成功的执念了。以前哦，我外公是在邦嘎这边哦做那个中破塞。
办的办桌，以前餐厅很少，大家都是家里有什么喜宴啊，或者是有入座啊，就是礼处啊，千辛万苦啊，都是请客人哦，大部分都请中破菜来煮，这样子。那以前我外公他就是这样，他我妈妈也小时候哈，有时候会。他们人不够会叫他去帮忙，一个挂包好。因为家有中破塞，黄义清的妈妈从小耳濡目染，当年就算经典台菜风华厚厚一本如此海，他也能信手拈来。眼下蒸油饭实在区区一碟小菜，这个水要沥干才可以，因为它里面有水分的话，它推会影响这个米粒的这个 Q 度。延续妈妈的偏好，黄义清做油饭也选煎糯米。旧米因为时间流逝，好在质地松软，水分却相对不足，浸泡鱼是得多下份功夫。看个人他们的习惯了，因为你新米旧米哦，那个泡水的时间哦有差。你新米的话哦，不能泡太久；旧米的话哦，你时间要泡久一点，那个米芯中间的米芯才会软，才好吃。然后这边要打气孔的话，就因为我们太满了，所以说它水蒸气有时候上不来。因为我那个一天哦三桶哦，有时候卖不够，所以说哦爱用套脚波，就是弄高一点，蒸高一点这样子。但是这个要有技巧，蒸料你要有技巧才。对，没有这样子，就这么高哦，我没有办法，不够。文火煎炊烟漫漫，一个开店的上午就算要分批连蒸三趟才有办法应付需求量，黄义清总还是坚持着老味道就该用木桶炊蒸才好。眼看天色破晓，熟饭散出米香，接着粗重的拌饭苦力活就交由儿子接手。香菇、猪油、虾米、红葱头，过季熟饭拌得香浓。正当五香交织的浓烟悄悄窜出骑楼，此刻不偏不倚，正好6:30钟。绿灯一亮，仿佛百米赛场枪声炸响，蒙甲大道第一批车流瞬间送来生意报道。爱下面中油饭，你们大的一共要几个？哦，我有。一二三个，四个。我要中的。一共5个大油的，不错啦，还蛮香的，还不错、喔，这是。那料呢？不错。白烟飞舞间，一口热饭，一口酥汤，用餐的个个都像极老饕，专制不语，任凭米香温婉蹭进胃袋。至于屋檐下只管努力拌饭的架势虽纯熟，儿子黄世宇实际回家接手却也才1年多。本来做永电子工程师大好前景，有了小孩后防止父母苦心，所以循着爸爸脚步回家做饭也无怨甘心。不相信啊，想说应该是跳槽去别的公司。对啊，没有对啊，都不相信啊。对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很辛苦啊，这个早上也很早，然后这工作比较出众，然后事情很多，还是说看你要不要接？我想很可惜啊，不然我之前阿嬷就做很久了，对啊，然后做到现在，如果说都没有做的话，家里都没有做，这个店啊，这个记忆就不见了。记忆里，阿嬷留下来的调味符码是财产，也是台菜史上一页华贵的珍藏。好比夹肠卤肉，酱炒逼油，放进中药卤包后，想取甘甜这一味，倘若是掺糖，岂不逊色了？黄义清取而代之的是甘蔗头。因为我们没有放糖，一般的话，有的人是卤肉哈，就是放糖，放糖的话哈，会比较死甜呐。如果放这个甘蔗头下去哈，它会清甜。要稍微先炒一下，就是把这个油给它逼出来，这样子吃起来哦，口感才会好，才会 Q， 肉也才会死肥，然后吃起来好像会腻，会油腻。另外，高温炸排骨用的是一早爆好的猪油，香气纯又新鲜，经由排骨酥浸润透彻，隔天再拌油饭，齿颊生香，果真就成了绝无仅有。肉还蛮新鲜的，就原味吧，
因为它做比较清淡，比较清淡。对，他们老家的口味比较重，这个蛮清淡，还蛮就是清淡中还可以吃得出来味儿，已经做得蛮好了。我觉得蛮好吃的啊，就是肉也很鲜嫩，然后那个米也很 Q 弹软糯，就感觉的把那个肉味都泡在了那个浸在了那个米里面。曾经呢，我妈妈就跟我说，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就我一个男孩子，我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就四个孩子嘛，要吃饭。我妈妈跟我爸爸说，那个米养不米啊，爱去买米。然后结果我爸爸三天以后再回来，买个米三天以后再回来。现在回想起来，早年母亲命苦，其实都跟爸爸嗜赌有关。看着油贩生意稳定，妈妈打从黄一清国小毕业就催着接班，只是没想到当年喊苦的唯一男丁，最终还是因着孝顺做得比谁都勤。那时候他是身体不好，有时候会叫我说跟他替几天的，他是后来这一次他就不做了，就叫我说继续做下去了。我们两个都知道中计了，还没有办法。马路边油贩热烟依旧冒得起劲，长廊外尽管世界喧嚣纷扰，老店三代昼争业主的炉火没断，滋味里的绵长余韵也没断。你好，一只半只，这有300，你要整只的吗？上面这个650，咸水鸡、甘蔗鸡。好，来甘蔗一只分两袋。过年营业时间还没排出来，因为一开口就关心年节买不买得到鸡。灯光明亮的万华手机摊，人潮没停过，更难想象小年夜还得半夜来抢鸡。你要几只啊？要半只？半只在做定哦。这一黑一白大的哦。一黑一白大的。他的啊，他的。端详着玻璃柜里，熏的、盐水的、带油的、吃咬尖的，各有所好。前场不满意的，后场还有一整墙面可挑。选定了一手，两位师傅快手分切。老公心疼她没力气动刀，索性成了位说鸡高手。他家的鸡像是伸展台上的 model， 总得 spotlight 投射，展现最好身姿。有熏的比较香，原味比较多，这都比较大只的，然后这边比较小只的，600的。哦，对对对，所以能够上架的都是特别，对，有选过美的，对，有选美过的。那个鸡有漂亮，客人看了就会走进来，真的、哦，对，是有差的，他们是稀客的，对。只知浑圆饱满，皮透见肉，一刀剁下，最诱人之处在皮肉间凝结的鸡汁。有那个鸡的洞，啊，推开还挡啊，对，那吃起来是好，口感非常好。我就一分钱一分货吧。好吃，嗯，我从永和来的，特别好来这边买。一样啊，我们都永和，我们都永和啊，哇，好。我们的胃口都一样，讲起来就比较大众化，也不会太贵了，也不会太贵了。那这个口味符合我们就好了。面对年节这最大场，坐镇在嘉义的高俊宏不得不连夜北上巡场，因为要赶不出鸡来，台北五间分店闹鸡荒，张家佩可是头会冒着烧。你是跟着这批鸡一起上来的吗？他们到我也差不多到了，你也到了。对对，我都是看一下他们摆设啦，哎呀，摆设有没有整齐呀，然后清洁程度，还有水电啊，电灯有没有坏掉？哦，你要修水电？对啊对啊，坏掉我就要修了。养鸡之外还要修水电？对，养鸡是副业，修水电我看才是正业。第一只甘蔗鸡要卖的时候，我关在一平的空间，
就一个烤炉，我叫我老婆每天抓两三只鸡来给我熏，我就在那个紧闭室里面熏出来的。接近傍晚，嘉义溪口乡的加工厂里传出阵阵烟熏香，三斤多重的土鸡经过这熏，披上一身琥珀油亮。妈，你等下往后讲了，刚刚等下叫我起来。没有，我们在熏哦，连骨头都有熏的味道，不像以前，哦，不像外面人家在卖的那个熏的，它只有皮有味道。鸡油直冒，鲜度看得见。没多久，运鸡车就满载，像是号角响起，整齐划一的送进鸡房。仓房里大军压境，上千只盐水烟熏同处一室，等待冷却后的分切。养鸡、宰杀到加工贩售，这是高俊宏花了21年时间打造出的产制一条龙。练轻功啊，就轻轻的勾着啊，轻轻的提起来，轻轻的摸它，让这个煮到刚好熟，整只鸡都吹弹可破的感觉。这个冷掉就变成鸡冻。不到20岁就做到水电包商，却遭厂商倒债300万，只好回到万华三水市场卖熟鸡。店面只有一坪大，太太前场卖，他在后场煮，年纪轻轻就练就煮鸡好本领。你用大火煮了会很干柴啊，哎，会搭搭呢。哦，我们的鸡肉结实，然后又细嫩。煮出的鸡肉质 Q 弹，好入口，生意越来越好。一股好还要更好的向上力，让他开始溯源养鸡。跑到台南嘉义养鸡，甚至自己配种。红羽有纤维，黑羽肉质细，两相混血的新土鸡，养3个月才出鸡舍，口感更好，个个鸡冠鲜红，头好壮壮。连我自己就笑，我自己做工的啊，因为你要卖鸡，谁要来盖屠宰场？然后要卖鸡的人，谁会来养鸡？哦，大家都去批发市场拿现成的就好，去跟电宰场买现成的就好了。消费者也没有人会关心这一只鸡到底它从哪边来。我不是戆蛋，我无做袂使，我就戆过头啊。父母市场卖鸡，他发誓长大绝不碰鸡，但越是逃避，越是被黏得更紧。陷入墨菲定律的鸡贩小孩，养鸡养出心得，路子倒也继续走下去。但接踵而至的卡梅基和莫拉克台风，把他30万只土鸡摧毁，一夕间损失超过5000万。你在最辉煌养鸡的时候，那时候我鸡养很多，每天家里客人不断啊。然后那时候打电话来跟你问候的，除了自己的亲人跟真正知己的好朋友，其他只是来试探这通电话有没有人接，哦，你还在不在？哦，是不是走路去啊？是不联络不着人？从英雄变狗熊，尝尽人情冷暖，还好行李架的傲骨没被打断。夫妻同心，两栋房产抵押变现，花了3年还掉负债，开始在嘉义溪口买地盖厂，从孵化到成鸡全部掌控，也力拼从电宰到熟鸡，卤味低基金冷链车送达台北10小时完成。我们每天跟时间在赛跑啊，对啊，因为你在嘉义加工，然后台北要卖鸡，每天光这舟车劳顿，有时候塞车，店面都来不及开了。过年最大量可能上万了，一天交出上万。对对对，因为年节嘛，过年大家都要拜拜啊。要3只咸水的。为了喝杯牛奶，去养一头牛，大家笑他傻。结果电宰场开始运转，2年后市场进展政策上路，当年的大破大立，主他们跑得比别人快。好像吊子比较，我们也一目了然了、啊，然后客人看的也比较有震撼力，说怎么那么多鸡。
天上千只鸡北上，月营收达上亿，产销一条龙，再也不因市场波动影响鸡价，未来还要把骄傲的土鸡外销东南亚。夫妻认份把一件事做好，掌握先机，机会来了，世界都是舞台。早市的摊商陆续收工，晚市的夜宴接续开工。天色都还没暗下来，宾客已经满席。哦，很有特色，因为它是一个老就是老的地方，可以回味的地方。自从吃了他们家沙西米之后，别家沙西米就不吃了。对，这个东西就很好吃啊。对 啊，通常我们就是三五好友一起来这边喝酒，来吃他的生鱼片，爱在市场又很特别。对，而且这边听说很多明星都在这边吃过，都有加持过。哦，所以他的东西都是每天现捕现捞的，感觉都非常新鲜这样子。在台北要找到好吃啊，又新鲜啊，又便宜的生鱼片啊，真的很不容易。那这边的话，真的是CP 值非常高的一家日本料理店。市场的知名的日式小吃，我来这边十几年了，跟这个老板呢，从是顾客跟老板关系，来到现在跟好朋友。这个东西实在太好吃了，他每次吃那个火焰握寿司，哎，他火焰握寿司真的吃起来啊爽口。我曾经也吃过其他家的，但是口味就差一点点了。来这边我是值得推荐火焰握寿司。好，用火枪炙烤到鱼肉微焦，油脂融入醋饭的火焰握寿司是每桌必点的店家招牌。而鲑鱼、尾鱼、旗鱼三种生鱼片搭配萝卜丝、海菜，淋上胡麻酱的生鱼片沙拉，在夏天特别开胃。有烤鱼吗？还是炸虾、烤牛肉、牛小排？15哦。老板林立生个性腼腆，话不多，唯有聊起鱼货，他的眼神才从老花眼镜抬起，闪着自信。他自称从小摸鱼长大，因为家里两代都在万华这座传统市场里摆摊卖鱼。阿公阿嬷开始卖，对啊，阿爸爸13岁进来就开始帮忙，那到他退休的时候是76岁，你进来市场也哇60几年有，反正从小摸着鱼长大，就是帮忙家里刮刮鱼鳞、卖卖鱼这样子而已。所以说，日本料理对你来讲是算是内行，要熟悉。比较熟悉啊，对海鲜比较熟悉啊，不要说很内行，那就熟悉啊。这个位置是爸爸以前卖的。阿公阿嬷，日剧时代。哦。对。他就传给爸爸妈妈。所以你算第三代了。在这个市场算第三代。那以前这边有个建筑是日本人进来建的，它是全部木造的，那大概16、17年前整个大火烧掉，它现在就改成这种铁皮屋。对市场守护你们一家三代，对你来讲，如果还可以的话，第四代也可以。十多年前的一场恶火把老市场几乎烧光了，林立生不甘心几代的努力就此付之一炬，他把阿爸的鱼摊重新整理，又把隔壁的空位承租下来，打造市场中的日式料理亭，希望把人气带回死气沉沉的空间。其实做料理，林老板也不算生手，他曾经跟着日本料理师傅身边学切鱼、煮醋饭，底子都打好了，他却中途跑去做汽车贷款，直到骨子里的料理魂重新燃起，他才又钻回厨房。厨房不做，跑去干业务，然后做了10年回来，觉得好像我什么东西都不会。他回来之后就突然想到好像会做寿司，又开始来开这一摊。刚开始生意不好，刚开始我做早市的，只卖生鱼片跟寿司两种，没有那么多菜色。
它是慢慢在转变，从早市，然后傍晚，然后到晚上，然后就开始用座位给客人坐，那撑了两年，才有一点成绩。然后很多就是朋友互相介绍，要慢慢的才有生意。辛苦的就是补货啊，比较累啊。大概呢，那时候都大概一点，这边收完摊回去休息一下，一点就直接上基隆补货。除了食材讲究、刀工细腻，料理的基底粗饭也是成就不凡滋味的关键。重点在于饭，我们做握寿司的饭，我们的比例跟外面的不一样。我们寿司素也是自己煮、自己调的。那一般外面在拌饭，真正日本师傅教出来这种切饭，不是用这样随便拌，随便拌，因为它米饭还是有毛细孔的，它热的时候撑大，那你爱爬这样打的话，那个饭空气会跑进去，饭就不好吃。苦撑了多年，隐藏没落市场的新鲜生鱼片握寿司打出名气，林立生又陆续加了新的品项，炸物、炭烤都很对顾客的胃口。它表面先做炭烤，它把它的香味都逼出来，这样子它的原味也会很香。原本入夜后只剩空寂的老旧市场，林立生用厨火和热情点亮四周的黑暗，用人声和笑语活络阴沉的空气。爸爸在去年离世了，熟悉的身形已不在，但是保留下来的鱼摊完整保留父亲的影像。市场的这一个明亮角落，卖的不只是手艺，还有回忆以及深深追忆。还是会坚持，对，坚持料理，在这个市场慢慢经营下去。二桌深山火锅比窝虾卷，来好，谢谢哦，结束行得好。白白胖胖的挂包带着蒸腾热气，从蒸笼出关，接着躺卧在小钱碗里，花生粉、酸菜、三层肉，还有爽脆香菜，一层一层堆叠，最后包夹成米其林指南大推的台味汉堡。挂包就是台湾汉堡啊，没有，因为以前我们用塑胶袋，然后。第一它薄，很拿着会烫，然后再来就是现在环保意识抬头嘛，就是能尽量不要用塑胶，我们就尽量不要。我妈跟人家比比等于什么意思啊？哦，那是去年的时候哦，就对啊，我记者拢打来问啊。吴黄义原本连比比灯三个字都没听过，做挂包三十年，自家东西好不好吃，他心里有谱。自信的舌尖味蕾和客人每天面对面的直接反应是最准的评判标准。比比登的肯定是自慢味的锦上添花，也让吴黄义和吴国元父子更加忙碌了好一阵子。粉肠汤跟挂包外带，吴家的老摊子每天的日常温度如同眼前的热烈蒸腾，但2021年5月中旬，艋舺成为台湾社区疫情的起始点，人人闻之色变。位在华西街内，吴黄义的炉火也在一夕之间冷却。本来无啥烦恼啦，因疫情爆发，咱想较早杀鼠一届滴，也无遮尼严重，咱就想个几工啊，正半个月安尼尔嘛，对嘛？无是讲哦，我一个月变成两三个月，较早一年当反正歇无几工，歇无一礼拜，哎，都去过年后歇尔，也无歇。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啊，拄着啊，全世界，你看咱台湾尔，像咱台湾个袂歹嘞。将近三个月没法做生意，只能吃老本，算是吴黄义人生航程当中比较大的波浪。他的心态很正向，人生嘛，谁能一帆风顺？何况这次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考验，遇上了想办法解决，没法解决的就咬牙忍耐。我一个人来尔，啊，无某也无寄家己的去，吃三顿就搁在，可能吃阳春面，那给几块银啊尔，年轻时从故乡台南北漂闯荡，在华西街名气响亮的蛋仔面店当学徒，一头钻进餐饮领域，有创业梦想当老板。
吴黄义接连卖过三宝饭、自助餐、土托鱼羹、排骨汤，榨过果汁和水果切盘，成绩都不怎么理想。但他吃苦当作吃补，一时的失败阻止不了他前进的脚步。最终靠着道地的卤肉饭，在华西街立足，分支出来的挂包这一位招牌也一挂30年。要做进前，你爱先去吃别人的啦，啊，紧叫别人的看人情。诶，油店是啥物所在？古早是讲这猪肉一通安尼，甲咸菜安尼个。所以咱系讲安尼尔，所以我要讲第二项嘅情况就拢无啊。安尼就是古早咧，古早出来，伊做砖头，还做无砖，做啊霸王啊，要食鸡肉，要食猪肉，要食牛肉，安尼无位置啊咧。要把事情做到专精，先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吴黄义每天亲自上市场选3层肉，连台风天都不休息，数十年如一日练成达人功夫，做到瞧一眼就能判断食材的等级好坏。经过三年才试验，这个已经上高级别了啦，等其他更加更加实在啦，袂使分担啦，你。应该咱个逐工个工作就是安尼做啦，习惯性啊啦，变成习惯啦。会使你嘛要两工、三工做一摆做得嘛使。有好的开始，还得在这基础上兢兢业业。猪肉依照客人的喜好分为肥瘦两锅，火候时间都要仔细拿捏，不能想要一次做到完。专上的肉嘞吼，要像肉安尼来这样弄来讲，开气会呼气啊。你即马哦，你袂使一手就拢卤啊，种烂啦！你卤啊头都伫咧6-7分哦，啊起来时哦，啊还佫伊个坑咧，佫软。啊起啊咧，起啊细只咧，佫卤一盖啊，所以免咱免卤啊烂。你看阮咧卤遐，你坑咧吼，等下一包拢换金的。最平凡的酸菜，吴黄义有别于一般用炒的，卤到软硬适中。而香菜口感爽脆，画龙点睛，再贵也不能省。四神汤清爽有味也不简单，他说产品没几样，没道理做不到位。肉是比较有入味了，然后所以我们几个公司的同事都蛮喜欢的，咬下去就入口即化了。吃到无路，拢只能吃看卖，啊，吃都杀掉了。哦，拜伊两个出来做100分了。两个挂包，一个综合汤，怪蛋。对，一个。吴黄义的二儿子吴国元，从小在爸妈身边练就利落身手，更年轻时做到怕了，退伍后跑到外面上班几年，才甘愿回家扛下传承的担子。一定是这样子啊！你那是从小做到大，然后好不容易退伍了，想说可以自己去外面试试看的，怎么可能还会待在家里面？父子协力打拼，老爸开摊，吴国元负责午晚餐时段和打烊班。第一代传授基本功，第二代改装摊位，进化工作流程，改用汉堡包装。年轻人有想法，有做法，也让80岁的老爸爸欣赏配合。这次修到会怕，以前很想修很累啊，后来改成有周休二日的时候，我还争取说我们要不要有周休二日。做吃的，做一天算一天的，还有哪有做休息的？疫情导致的2个多月意外假期终于结束，整体华西街的人潮平日只有疫情之前的20%左右，但吴国元不太担心，他相信只要这条街的特色味道还在，客人终究会慢慢回来。真的很怀念小时候那种生意啊，小时候那种人潮，那种真的是不夜城，随时。肚子饿，从楼上下来就有东西可以吃，都不用怕没有人开这样子，实在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本身也是我们华西街的自治会的成员呐、啊，真的不行就是想办法再转变呐、啊，看能不能多吸引一些人潮进来啦。每个夜市一定都这样想的啦、啊，真的要变了。华西街曾经因为蛇店和公娼而繁盛一时，连带的形成小吃聚落。时代变了，吴家父子和左右邻居也在变与不变之间拿捏前进，但吴黄义坚持，再怎么变，好味道不能变，勤奋乐观不能变，如同他以身作则，80岁还天天上场督军，乐此不疲。
加减会当做，伊就加减做啊。啊，你袂当做，咱就麻烦咯。袂当做，当做运动啊。简单的传统台湾味，吴煌毅踏实做到国际美食评鉴肯定。停业期间又再次入选必比登，锦上添花也是雪中送炭。提醒着老客人，熟悉的味道还在老地方认真，变也不变。差不多啊，人家管得来就好。这是大家希望啦，干咱我希望。三级警戒的前一两天，我记得前两天那时候就觉得怪怪，人潮大概就少将近一半，我就突然觉得，哎，怎么人突然少这么多？还记得吗？傅伯汉说的是五月中旬母亲节刚过，双北就从一天十几例确诊，连日增到二十几例的那一两天。那一天我很清楚，大概是那一天中午之前哦，人潮都还蛮多的。可是，一宣布三级的时候，一下子整个人潮完全不见了，然后我们就紧急的被撤走，说赶快收摊。不知道外面有多严重，只是新闻出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这边算重灾区。又是万华，又在华西街。就算家里的老店这些年因着鹅啊卤肉饭闯出名号，已经算是名店了，三级警戒的那两个月，他们和所有万华人一样，依然被无情地贴上标签。因为我们是万华人，人家听到万华来的都会有点排斥啦，但也不能怪他们啦，但也不能怪他们。像我们南部人，我们想说啊，趁这段时间啊，然后下去，对，要下去走一走。然后爸爸妈妈因为可能年纪大了，他们会说啊，你们还是在台北休息就好。傅伯汉七年级，从小生在万华，长在万华，靠的就是这一锅浇淋在白饭上的家传卤肉，把四个兄弟姐妹养大。一锅甜心焦黄，取的是猪颈部位的七肥三瘦，恰似名模般的婀娜比例，同样是三七比，光是煸油就要一个半钟头，再来才是掺进丁香、大小茴香等等十多种香料，细火慢熬，煮到精粹尽出。其实会回来当初一个原因也是觉得说华西街好像有比较没落一点，对，就是变成说可能国外的观光客他会因为旅游的指南，他会来华西街逛逛，来龙山寺，但北部人可能比较常去饶河街啊或通化夜市，所以就想说，要怎么样把年轻人吸引过来。算一算也有三年了吧。傅伯汉曾经是卖建材和英语教材的业务，会回到店里帮忙，主要是舍不得老店，因为客群年龄层偏高，所以生意一年年不如以往。我很多朋友都因为我回来做之后才有来过华西街，对吧？就回来做之后，然后他们就来捧场，才有来这边这样子。是啊，如果不是冲着几张 IG 上的浮夸亮点，年轻一辈谁来后顾寻忧？况且在此之前，米其林必比登推荐也还没走进老派华西街。那米其林街我嘛唔知影咧，安那对我家己我嘛唔知。那忽然间就是讲咧，哦，所有电视台啦，还是落去十外间拢我来咧帮忙啊。阿公吴煌毅的挂包店离老店大概就十公尺远，卤肉饭的基础招牌正是他从那个西区繁盛的年代远从台南北讨，一手含辛茹苦色打下来。我以前咧做卤肉饭和台北的卤肉饭咧做无同，我以前卤肉饭拢用切的，切割像即马拢用切割，南部北部的卤肉饭拢用夹。木有甘醇酱香，一碗高鱼滋润。尽管早年因为阿公赢在起跑点，但五十几年过去了，后来要在大时代的柔许中窜出起立的焦点，那倒不是容易的。那
那时候是因为跟妈妈一起去那个日本料理店吃饭，然后就因为日本料理很多那种冻饭啊，就突发奇想就跟妈妈说，那其实我们卤肉饭如果上面再摆东西，其实我们也像另外一种方式的冻饭这样，那我们可以把它做多一点改变，那可能单价也虽然说比较高，但可能我们 CP 值够高，可能也客人也会能够接受。就这么，他做了两种实验，一是在阿公原有的卤肉饭碗上拼贴出蘸了谷味酱液的蒜泥白肉，另一碗则是叠满视觉效果丰美的鹅啊，再佐以澎湃蒜酥葱花，结果证明鹅啊卤肉饭大赢。这个鹅啊，这是少年的创作了，啊，伊我是伊卤啊，等于基底基础底。啊，你当初有甲咸过无？啊，做下来就好吃，要哪咸？对嘛？哎，做下来歹吃，咱来也咸嘛。我觉得曾阿姨卤肉饭是我小时候吃到现在台北市第一名的卤肉饭。算你第一次吃到鹅啊跟卤肉饭加在一起。对，加在一起，它的味道还不错哎，说真的，尤其加了很多这个葱跟那个，它有好蒜酥，对，它的蒜酥炸得很酥。每天都来，常常吃。因为每天中午都来吃嘞。对啊。每天都来啊。对啊。为什么啊？我们来这边工作。因为我觉得它偏甜，然后它的肥肉肥瘦的比例，它是肥肉多了一点点，但是它的肥是油而不腻那一种甜，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对啊，而且那个它的咸度甜度刚刚好。一个牌，你要内用的嘛哈，这里用哈，好。正中午12点，多数人的用饭尖峰。老实说，若是从前国泰民安时，店门口早就列出队伍来了。如今就算偶尔疫情暂缓，花西街却仿佛在许多食客的印象里漫起阴影。刚开始回来做的时候，只剩下一两成，因为只能做外带，做外带的客人真的不多啦。对啊，不多的情况下，因为他们不敢进来，所以变得更少。客人少了，翻桌率掉了，无奈十几个一起打拼过来的员工，有的至今也还放着无薪假中。其实是很为难的，因为我们之前很忙的时候，他们也有陪我们经历过那一段时间，所以有一点有这个革命情感啊。那这时候疫情的时候，突然要请他们先离开，这就会有点比较难开口这样子。如果以毛利50%来讲，那你还有再加上人事成本啊，然后还有房租、水电，还有一些杂项。妈妈是，他们以前是没有把自己的薪水也算进去，那这部分如果再算进去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应该也没有赚钱。疫情时代下的变化，正如晴光下的雷雨，说来就来。无论再幽静的午餐时光，也会被打乱。傅伯汉说，把家里的卤肉饭做成冷冻包，现在看来，不也就像是预备方案吗？其实我觉得餐饮的生态有慢慢在做调整，对，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小店，他们可能现在他们已经主打就已经不再是说以内用为主打。那我觉得说，其实如果说现在方向在这个地方的话，如果人潮一直没有回流，那我们就会做下一步的改变。一个牌，一个碳五体，小卤。试想，在雨过天晴的多年后，想望中的老味道还像一人在水一方，那该又是多么美好。一次出40-50包的量还蛮多的，那我想要答谢他们，我只能说送他们猪血糕啊什么的，然后让他们吃，就是把箱子铺满。40年的老味道装在冷冻真空包里，赶着装箱宅配。佳美这时的心情可是忙得超开心。今天寄出大概几人？是几份啊？5份，5个地址。5个地址。真空宅配上轨道，更振奋人心的是内用也开放，有革命情感的好朋友第一个跑来捧场。疫情的时候有帮助一些弱势啊，送便当，或是有送警消医护便当的店家，我们会比较特别去支持这样子。身为作家，你就来这边，反正你都要吃嘛，
而且这边这一条街很好吃啊。你在台北吃万华这边的物价，大概去信义区要翻一倍吧。对啊，来这边吃便宜很多。专做麻油料理，不光是鸡肉、鸡心、鸡佛都能入汤，小菜也很用心，像是米血会先用鸡汤煮过，多了清香。古早味白菜卤，这简直就叫乡愁，因为加入扁鱼还有炸猪皮，这些老派滋味是万华人念念不忘。它的麻油汤就是不会像外面可能就是会觉得很呛啊之类，然后蛮舒服的。这边比较凉，有冷气，是那个麻油跟下水的，这个感觉起来有很凉爽，就是觉得很棒。你人家这个要很温柔，就像对待小三跟小王一样，不然他皮就会裂开啊。还是像以前在骑楼时一样的龟毛，一心追求品质完美，当然受惠的就是上门的顾客。这种颜色的细毛，一般人不会去注意到。那你们还这么费工要拔掉？不拔掉，自己心里就过意不去。你就会拔上瘾吧。我们去外面吃那个鱼头，不是人家领都没有去吗？那老板为什么不卖了？就是因为他去那个领去的太辛苦了。我就说，那你就学人家不要去。他说不行，那他宁愿不卖。笑说拔毛都拔到斗鸡眼，这个黑鱼土鸡是煮制麻油鸡首选，体型不像常见的红房土鸡长那么快，肉质较为结实有嚼劲。陈席妈妈的制作手法，所以鸡汤喝了不燥热，还能一喝再喝。我们的麻油鸡不像一般大家所认知的鸡肉下去炒过，我们是先穿烫，因为你麻油一直去炒它，一直去滚它，它会少了麻油味。然后老姜跟麻油的部分是事先炸好的，吃过的人会觉得说我们的肉质很好，会吃到鸡肉本身的甜味。三十几年来，我们就是都这样子卖。那妈妈也帮我们四个小孩子养得白白胖胖。过去是酒店经济的他，钱财进账不是问题，但问题是爸妈年纪大，骑楼摆摊的工作太累，才会挥别灯红酒绿，接棒经营。当时每到营业时间，就得推着上百斤摊车到骑楼就定位，工程之大，老板娘也要帮忙。遇到下雨更是辛苦，所以立下目标，只要赚够钱，一定要把摊位移到店面。这个心愿就在五月份实现。我们那时候在研究真空包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要让客人喝到更浓郁的汤头。我那时候研究的时候，鸡肉丢掉很多哎，然后那时候就叫朋友来拿回去看，我就说就是穿烫过的，然后看你们要用红烧的还是三杯的。但没想到搬到新店面，这不是幸运的开始，而是生存决战点。因为才开心庆祝开幕，第三天就风云变色，疫情爆发，位在热区对面，生意瞬间降到零。我哭，也是洗澡也哭，睡觉也哭，然后来店里也哭，就是只能一个人默默的去承受那种压力跟无助感，觉得说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会遇到这个疫情，因为这家店面来得太突然，那本身我的资金不够，我有拿汽车去贷款，那我想说，那我每个月我要怎么去偿还？所以这期间没有，我们都没讲话，就是我说什么。100多万装潢，但开店第三天就没进账，只好把车拿去贷款40万，才能付清机器设备水电费。至于预备好的百斤食材，也只能一天一天丢。万华在地作家林立清发现，串联他参与爱心活动，与其把食物丢掉，不如将它装袋捐赠给弱势家庭。然后他说接到那个电话，然后说要
李佳美没这么想，毕竟同岛一命，既然可以帮助人，做了就是。至于自己的难关，就先搁置。但没想到，希望的曙光就在助人这件事里悄悄发生了。如果在弱势家庭，他们在退兵的当下，觉得他袋子怎么会是破的？可是这个又是不用钱的，他可能不好意思跟我讲。那我就突发奇想，真空包。为了捐助，想到的真空包其实也可以应用在自家产品，真空宅配就成了走出困境的解药。没钱买机器，破例把老板娘哥哥送的红包钱拿出来用，租了台迷你真空机，也办了食品字号，PO网公告周知糖品推出冷冻宅配，结果网友给了最大支持。一推出生意很好，很好，非常的好。那时候是几月份？五月份，等于六月初的时候。当时量有多大？应该那时候第一波破500包油，就是麻油鸡跟当归猪脚、香菇鸡跟米雪糕这一块，这样破500包油。惨淡的五月到八月，客人进不到店里，甚至连经过都不愿意。但靠着40年累积的超人气，真空包被大量买单，麻油鸡的滚滚香气，百里远外都闻到。还好当初我没有阻止他去做这件好事情。其实活到42岁，没有看过这么人情味。在残酷病毒威胁下，万华店家团结启动自救雷达，助人也自助，原来善是会循环的。而佳美和冠仪的转型路是关关难过，但也就关关过。啊，一个卤肉饭，一个烫青菜。第二来者。相较于东边新兴城区的快板节奏，台北西城区人们的步伐跟着驼腹的年岁重量增加而缓了下来，蒙甲的空气中总带着悠悠慢慢的怀旧气味。哎，宝宇，味道够老的还有广州街上老医院对面柯品成店里飘传出来的醇厚香气，点餐台上环肥燕瘦，活色生香，接力沸腾，是许多老蒙甲人一吃将近50年的记忆味道。以前老一辈人他们觉得想法比较好玩，坎迪哥，坎迪哥，取一个谐音，名字有谐趣的芝高饭，乍看之下是一般的猪脚饭，但卤猪脚胶质多，瘦肉少，而芝高卤猪后腿肉，屁股连接大腿部位，肥瘦各半，更能获得肉食族的青睐。别人卤肉多半是穿烫后下卤包卤汁，大锅卤煮，但柯品成做芝高肉就没这么轻松好赚。葱姜蒜爆香后，温提腿肉下锅，加入冰糖、胡椒、胡椒粒，还有自己用红糖酱油熬制的酱色，一起拌炒，然后焖10分钟，同一个步骤循环7个回合，要让腿肉在一个半小时内上色入味。炒的那个味道，那个油比较逼得出来，比如说你好像真的直接，我今天直接丢下去卤，可是你卤的时候，你的火候味道，它的那个油反而不出来，反而会倒吃进去。特意切的比别人大块的腿肉，一次翻炒50斤，叔叔是有练过的，得要吃饱肚子，双手大铲才能完全翻动，要有力道和巧劲，避免猪腿破皮坏了卖相。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至少要炒3锅起跳，柯品成光是翻脚就要超过21个回合，今年累月下来炒破了好几个大锅，完全不夸张。以前老一辈的觉得给我的观念就是，以前的人生活比较辛苦，我们今天赚多赚少是一回事，可是我们希望人家吃得饱。作为第三代掌门人，老一辈3个字几乎是柯品成的发语词，遵照传统一丝不苟，然后在既有基础上改良，是柯品成的坚持心法。对念书没兴趣，国中毕业就到餐厅当学徒，中餐西餐融会贯通，10年熬成口碑公认的阿成师。以前老一辈又跟我们讲，做吃的比较累，可是饿不死。10多年前卖芝高饭的7家舅舅，因为健康因素想要休息，但儿女志不在此，两代将近40年的好味道后继无人。舅舅想到外甥女婿在外面上班当大厨有底子，游说他来接下第3棒。于是柯品成把握机会，跟着舅舅工作兼学习长达9年，3年前正式接下老板头衔。老一辈的经验所谈啊。对啊，他也只能跟我讲说，教你是一种经验，接下来就看你自己发挥。
带着在大餐厅学到的经营方式、食材管理、卫生要求等概念，柯品成把食堂做得更好、更有规模。即便员工不少，依旧坚持亲力亲为，每一块卤肉都是要自己炒过、卤过，才可以端上台面。为了顾到24小时营业，每天分段是睡眠5小时，也因此一年只休除夕和员工旅游这几天，即便有推不开的事情，也要远端遥控才肯放心。我会把一些料都准备好，然后交给师傅们打视讯，我要看肉的颜色。师傅是师傅，那可是就像我们今天教10个徒弟也一样，10个人出来味道不一定都一样。控肉、卤肉跟芝糕一样，如法炮制，先炒再卤，加上改良的焖煮法，让风味口感更加分。人活到老学到老，对啊，还是到现在还是得学啊。来一个猪脚饭，一个白菜，一鱼。要活到老学到老，何况他一点都不老，卖的是老口味。柯品成很愿意加入新做法，与时俱进。比如引进电信点餐系统，客人手指按一按，就在手机上精准完成点餐付费，员工们可以专心做餐出餐，在尖峰时段不必分身招呼，减少面对面询问，防疫期间也让客人更安心。如果是 to go， 预点外带也更方便。有些热门店啊，那个电话就一直打不进来，其实这样子很困扰，这就不用等电话接通，就随时想吃的时候随时点，非常方便又清楚。这样想说凡事都可以试试看，对啊，拓展客展，可能他们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会比较方便。不止在店里守株待兔，柯品成还把店开上云端，透过电信广告平台创造大量曝光，拓展年轻客群。200公尺内的订单，距离近，员工送，不必让外送平台抽一手，主动出击，紧抓4G时代的商机，提升营业额外带了20%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减低这个成本，就是把毛利再提升，因为你可以自己送这附近的200公尺，那应该也可以有10到15%。我们有非常多的资源帮助这些街边店，这个 SOP 还要想一想，让他怎么来帮忙拍照。对啊，因为对于爱吃美食的科技人，需要技术支援的美食老板一拍即合，超过500家美食街边店在手机上群聚，满足吃货需求，刺激台湾小吃经济，一家一购。可一个时机点就是一个突破点，不放弃任何一个突破点，向更好迈进。柯品成的芝糕饭要继续24小时，沸腾新台币。久违的热络，久违的全员到齐。我们家牛蒡丝是一根一根的，不能整头下去。我们的招牌，就像这样一根一根的啊。对啊，对啊，这就搞刚哎。脱干之后，你才跟姜拌均匀，才能抓根啊。处理牛蒡，花枝脱水，还要赶着打包结账。场内外忙碌，火热的程度直逼炉火油锅。半斤100要多少？对啊，忙碌了，很久了。是的，很久，久到老客人都能算出来市场的次数。没有，那一阵子大爆发，没有出来市场。我这是第二次来，对，因为要拜拜。炸物炸得喷香，终究还是这锅气又把人潮给聚拢了。来，小姐们可以打开，你们可以打开自己夹。对，妈妈会那个电话遥控我来买。虾卷他们有穿衣服跟没有穿衣服的，因为我妈很麻烦，她还说要买没穿衣服的。哦，对对对，因为穿衣服感觉就是老客人了。不是，他很老，他是龙山商场的人。谢谢啦，因为这后来就气炸，很好吃。对于慧如家的产品如数家珍，这也难怪嗓子都喊哑，还要大家别心疼他，因为这可是种幸福声响。750、750、750再150，刚好900。从疫情那时候很惨哎，那时候刚开店根本就没有人，一天不到1000多块钱，然后慢慢就刚好加上中元节啦，然后才比较有人，因为大家毕竟就是会回月嘛。
夏去秋来，祭拜好兄弟的日子，顾客终于又走进长廊，步伐多了，交易有了。这里是万华的东三水街市场。是疫情的时候，比较少一点，对，但是还是很想念这个味道。每样商品都很好吃啦，真材实料。所以现在慢慢敢走进市场。对呀，我这个礼拜就来买了两次了，一定要支持万华。上次就是还有遇到，对不对？就是华南市场的事情，所以又延了一个月。今天很开心啊，因为我妈妈说要来我们家吃饭，对，因为她知道万华市场都开了。摊子的灯其实一直都亮着，只是别人不知道。郑敬堂的店处在中段，挂着布幕，充满日式风。锅里的每份炸物总是传达着阿公年代浓浓古早味。香菜花枝里面包花枝、香菜、梅子，还有红萝卜。那实际上好吃的是，是因为它吃得到花枝的整颗，而且香气比较多。采访这一天，疫情警戒已经降为二级，迎来摊商交易最重要的日子——中元节。当家的他把炉台熟悉的转速给找回来，一字排开的油锅阵仗，四大锅分成高低油温，还有穿烫煮羹的各司其职。这一回三角花枝丸炸完，紧接着是人气红糟鳗。那红烧鳗因为锅渣比啊，所以我们都照传统，像我们这里都自己切的，要照纹路切，然后它里面都是我们用酱红糟，所以它颜色就是这样，如果再多的话就很黑。祖传三代的鱼丸老店，其实在东三水街市场早有名气，早上七八点，往往内场还在煮制，就已经有客人在店前等待，更不用说每到假日一定人气满溢。但五月中新冠病毒来得又急又快，疫情升三级，阿公店的群聚感染，化学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占据万华，顶班的情节就在三步距离真实上演。那我们还在吃饭，然后吃到一半突然又化学兵冲过来，那我们觉得有点错愕，因为那包得很恐怖啊，而且是整台街这样喷洒过去啊。那我是跟我老公说这样不对，而且那剥皮寮那个筛检站那时候成立，隔天就成立了。那我就说我们怕筛检的那些人，如果万一筛完有没有确诊，我们也不晓得，然后会走来山水街，所以我们就自主休息了九天。这一喷，把钱子也喷飞十万八千里远。市场的灯熄了，炉火一关就是九天。九天后重启，又再传确诊，只好再休五天。疫情反反复复，店也就开开关关。最后是开一天的店就要赔上万块。第一天的营业额都只有2000多，真的是亏本的生意。亏本？亏本啊！因为我一天的营业额不止啊，我营业额至少一天的开销就快要20000啊。对啊，那时候根本真的是空城嘛，整家商店是空城，没人敢进来，没人敢进来，连快递都不愿意送啊。那时候严重到的时候是连听到万华两个字的食物他们都不愿意要，他们怕万华都是有毒的，连空气都有毒。很气啊，因为那时候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客户在台中就说啊，你那边发我们也不晓得。他说你那边，我们说还是吗？后来在阿公店那边，不在我们这边，可是他怕到了。他说，寄东西过来，从这边寄过去，病毒会带过去，所以暂时不要啊。我那时候觉得，真的是有点心寒啦。再热的油锅也化不了这心寒，老店总不能才砸了70万改造就败在看不到的敌人手里吧？想想，既然人进不来，就想办法把食物送出去。因为医务人员他便当吃不下，然后就问我说可不可以配合我们家的产品，我说我们家是炸物而已，他说 OK。 那我就想说起先开始先赞助，后来觉得他们吃的喜欢的，就开始用我给他用最低价的金额，就是让他用订购的方式把炸物装成原便当送出去。剥皮寮、和平医院还有妇幼医院的医护都吃到了，受到好评。一位导游朋友因为疫情没了收入，慧如脑筋一动，炸物的美味又传更远了。导游他的认识的那个人脉比较广，所以我都说那我放线给你去帮我找一些客源，他还蛮多的。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做起来。
像我们有虾卷、花枝、海苔卷，还有甜不辣，就全部把它配在一个盒子里面，大家都吃得到。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有想过要用这种方式可以。没有，因为毕竟我也不晓得你喜欢吃什么。其余花枝、牛蒡、猪肉丸，过去曾经轮流卖的炸物，装成便当，一个100块有找，总算让店员有工作做，收入慢慢增加。夫妻俩笑说，最苦的日子，大家的嘴脸都是垮的，像极了长得像是异形的花枝。像这头啊，这种头我们会把它分开，那我们抓根的时候是用它的脚去抓，对，跟花枝有花枝丸啊，有炸的，叫花枝酥，还有香菜花枝，还有四五种。郑敬腾从小就跟着老爸切花枝，现在的花枝是越来越贵，可是再贵也都是真材实料才上桌。你看这么多东西，而且都要从头到尾都要自己处理，从头鸡啊，对，头鸡就出来结果就是贵，真的锅渣皮就有那锅渣皮的味道。他说，坊间很多花枝丸都不是纯花枝，而是用鱿鱼，口感差很多。他们会把软嫩的身体部分做成花枝酥，花枝角就切成段，用鱼浆裹成花枝根，入口可以咬到花枝口感。因为你必须花枝跟姜要一只一只搭结合，而且要按扎实。如果你今天没有扎实的话，到时候它会分离，姜跟肉会分开。身为老幺，老爸宠他的方式就是把家传重任交给他扛。我爸不是那时候走的时候刚走，笨笨的就买到那种花枝，哇，好漂亮，就完蛋了，打浆打不起来，它不能粘合啊。对，那时候就不知道，那就是只要配合很久了，然后人情在，当父亲不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也是受过很多的教训，然后再慢慢学回来。不是音乐界的萧敬腾，但期许会是个鱼丸界的郑敬腾。干是手工制成，就不假机器，老店家的辛苦做工，想办法保存。这是手工豆皮，对，实际上这豆皮是一个很，现在已经这产业也没有了，因为已经失传了，因为豆皮很贵，它是一个大张的，不然一般家都用机械的，机器豆皮是一种白色，不会这样子虚虚。回头看疫情，病毒很无情，不管前几代如何努力，还是被打回原形，但总想着化被动为主动，老店不能倒，他不要当逃兵。战斗力，现在的战斗力很重要。对啊，疫情那我们要这样子，而且这么热哦，你要听说疫情的温度应该很高，就杀菌了，那我们这边绝对超过100度。想比较快乐啊，不是天晴后就一定会有彩虹，但坚信只要不放弃，职人精神做工依旧，客人总还是会寻味回头，再大的难关也有双隐形翅膀，不怕下油锅。来秀秀，来阿姨救过呀，乐的哦，来秀。大概5点多到这里吧，汤啊，然后面水要先给它煮开啊，比如洗菜啊，然后卤豆干、海带之类的。高子君每天都和时间赛跑，在开店之前的工作清单得一项一项的完成。这个一人面摊，老板、员工都是他，忙到一半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随时招呼上门的客人。文章就是皮很薄，而且里面的内容蛮多的，哎，蛮有料的，咬下去就是真材实料的，里面就是有内容的。之前是卖咸汤的，再来卖它的那个馄饨的那个里面的内馅比一般的有味道，来这边没有吃面都一定买馄饨汤。小木片轻轻一压，熟练快速的节奏，粉嫩又胖胖的馄饨立刻成型。只有烧的话，吃起来会涩涩的，就是没有那个弹性。在绞肉的时候，不是只有绞一绞就好，你还要摔肉，把那个筋打出来之后，它就吃起来会有嚼劲。这刚开始是我妈妈他们在买，所以我是算第二代。那你学很久吗？没有学，我爸他们就用讲的啊，就讲说要加什么加什么啊，就自己去加，就自己用啊。一路
从清晨忙到9点多，手边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好不容易可以坐下来吃顿早餐，这是难得忙里偷闲的小确幸。时常忙碌到了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是熟悉不过的日常。有时候早餐就没有吃，一直到中午才吃，因为如果忙的话都是这样子。早餐跟他中午两餐一起吃。难怪你那么瘦。我现在比较肥了，之前更瘦，之前38而已。那些年父母经营着面摊，而高子君也开了间梦想中的饮料店，看似一切都步上了轨道，却在父亲罹患了癌症，母亲突然中风倒下，从此生活全变了调。除了要负担庞大的医疗费用，同时还要照顾长期洗肾的姐姐。我爸生病之后，就饮料店跟那个面店，你要看哪个可以维持家计啊？对啊，而且那时候饮料店后来就蛮多饮料店的，就竞争压力也大，也没有那么好，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对啊，所以就开始卖面。刚接的时候，我爸爸那时候他有在做化疗，但是他还是可以走，就是还没有很严重，就是还虽然脚痛，但是他还是会来。他就会骑摩托车来，一直到我爸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痛到不能走了，他就在待在家里，他就没有办法来帮。对啊，所以妈妈也就在家休息。对，然后姐姐就是也在家。对，他会帮忙看我妈。对啊，因为我姐是在洗肾。来，你喝杯先。馄饨汤。馄饨汤。馄饨汤就好了。好。父亲不敌病魔，先离开了。去年姐姐也跟着走了，而妈妈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需要佩戴正压呼吸器来维持呼吸。高子君没有太多的时间沉浸悲伤，他收起了泪水，也收起了人生的蓝图。即使肩膀上的担子很是沉重，面对压力山大的未知数，他却总是乐观面对。人生就这样，目标就是自己身体养好一点。遇到事情就是自然而然就会面对啦，因为你要想想，每个人人生比你还苦的人很多，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对不对？而且我又不是最苦的那个，我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客人啊，他们都对我很好，对不对？很有福气，生活总是要过的。因为很多人这样压力那么大，就是完全什么事都不想做。是吗？不做会脚痛哦。啊，你要吃啥？别安静啦，今日来袂安怎啦？还好有这一群暖心的街坊邻居，看到高子君一个人忙不过来时，客人总是自动自发的帮忙收碗，耐心的等待餐点，就算不是过来吃面的，只要经过还会带一些小点心。要上一下电视啊，阿雄啊，送我们过来。这个点包面啊，小颗的。还有什么特别送点心过来？他都出兵啊，而且从那边吃的别来。过来还有小点心，还大嘴都在忙。对啊，那老板娘饿着。现在我要吃那个鲍鱼鱼翅。敢肥一点都行。偶尔还会有义工小帮手突然出现。看你怎么一来就很自动就去洗碗。啊，我都这样子啊，他在忙，我都会帮一下，然后再走。那你不是客人，他怎么？对啊，怎么客人在洗碗？没有，他习惯了，大家都看嘛。我一来就是我的工作，真的啊！洗碗，他如果他在忙，我会帮他包起来，包切菜。但自己一个人真的有时候忙不过来，包括他有时候要上厕所，你说他怎么办？变你胖子了。所以你只要有空就会过来看看。对啊，我有空我就会过来。他上厕所饭起来，小起来，真的很笑。有时候他不慢，干嘛？因为他生意不好，我们就很难过。Oh.
每个问候，每一个拥抱，对高子君来说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明天会来吧，明天都会来。拜拜，拜拜。坚强的背后藏着无人知晓的辛酸，人生的淬炼仿佛像颗种子，历经了风吹日晒雨淋，最终会发芽开花，美丽的绽放。